接触到长生学，大概是在2017年的7月，我跟他去调整站接受师兄们的调整，之后他妈妈看到我有良好的反应，还有很有兴趣，他就帮我报了名去上了课。然后我心里是在想，我要花一点时间给我的妈妈，然后和她一起做她喜欢做的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。之后我就陪她上课，然后之后我就拉去了矿脉站当了义工。在上课的时候，开学师帮我开车去，之后他的反应就是我的。发现我的牙床有麻麻的感觉，很麻，然后之后好像是有血在流动的感觉，是很神奇的。然后再来，我的双手也有暖气，就好像我的神通附体一样。之后我们再去调整站放任这样调整，调了之后，我还以为一定要按在患处用力的按。就会很快很快的得到效果，得到疗效。之后，经过站长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开导之后，我才体会到长生学隔空的神奇的力量。隔空就好像是老师所说的，在手掌和患处之间有一个隔离，有一个障碍。你怎么使劲也压不下去。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这是长生学的力量。再来，我就有一回我被安排到跟一位师兄做调整，那个是一个好像去了地狱回来的感觉。我的双手一放在师兄的患处，有一个感觉就是完蛋了，这师兄在吸我的，他好像是有吸星的啊，把我的气全部都吸了，我吓了，我说这次我完蛋了，我再想一想，哦，不用紧，我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吓到冒冷汗。之后经过站长还有师姐的解释，就说那是宇宙的力量在流，然后患者也得到很好的力量。之后有一回学了之后，我就回家。有一回我帮我的女儿粉刷她的房间，都很开心，很哇哦，粉刷好了，漂漂亮亮的。突然下雨了，这次完蛋了。她讲说，爸爸。漆怎么还没有干啊？今晚怎么睡啊？然后我就说没事没事，因为我想到如果空调都能调，手机都能调，可能油漆也会干。所以我说你呢，就开心发发财。我就硬着头皮拿了凳子在那边傻乎乎的，哎呀，心里啊什么都不想了、啊，宇宙的能量来吧。我就在那边10到15到20分钟，可能我睡着了，起来之后吓到了，我也吓到了，女儿也吓到了，她跑出去，妈妈妈妈你快来看，爸爸神经病了，她把另外墙给弄翻了，差不多了，90%，那另外一堵墙呢还没有干，还是湿湿的。都，我才知道见证了长生学的厉害。再来，听我妈妈讲，她有帮花调过，说我也是想，我也来试试看烟花葫芦。我家门口有一棵富贵花，有时开花，有时不开花。那我就说，哎呀，来试试看，没事。15分钟之后，接下来的日子，
天天开花，就很美。隔壁的邻居也问了，啊，林生啊，你是用的什么肥料？你是哪里买的？多少钱啊？然后我就想了，说，哦，金门会馆。然后我就说，不贵，只要有心、有爱心就可以了。就是长生学的爱。再来，就是我自己本身。我一些同学，差不多年龄，还有同龄的同事，他们都问我：“啊，林生啊，我们都戴眼镜，怎么你没戴啊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因为我有法宝，因为每天晚上我睡觉之前，我妈说你就把手放在六号，我另外一只手放在七号，就这样调，调你的记忆，调你的眼睛，调你的。”然后我说：“我睡着了怎么办啊？也没事。”就这样，我觉得后来我的眼睛特别好，可以了。所以我就觉得长生节真的是好神奇，好神奇。所以这一路来，我就特别感恩感谢我伟大的母亲，她是我的一生的贵人，她含辛茹苦，苦口婆心。督促了我的一生，我要跟他讲谢谢。刚才有讲到，就是说他想请他的母亲上台来，跟大家见个面。母亲到了吗？可以。再来哦，感谢魏老师，感谢他把这门厉害的功夫传。做到新加坡来，我们一定会秉持长生节的宗旨，慈悲救人，不求回报。不求名利，还有最重要的，把长生节的爱传扬传承下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